独生子女有话说，谁来帮我养爸妈？以前他们是两个人养我一个嘛，那现在是我一个人要养他们两个，所以像我每个月也是要大概拿出差不多15000的孝心费给他们。爸爸生病，因为要那个骨刺开刀，然后又换母亲就是要见证，可是问题是我卡工作，我没办法随时请假。我是说最好不要他来照顾了，能够自立自强最好。今天晚上9点，爸妈熊很大。